唱上了，哎，妥嘞，马上就好。亲爱的狱友朋友们，相聚总是那样的短暂，到了分开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听党话，好好改造，真诚改过，拥有未来。大家加油！等等。彪哥，走啊！啊，感谢彪哥一年对我的照顾，谢谢。走吧，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哎呀，哥呀，哎。可下出来了，想死兄弟了。这个还这么高，没长啊！哎呀，克制一下，激动嘛。哎呀，开出租车了。哎呀，这不是等你重出江湖，然后临时过渡一下子吗？今天咱们四平双龙再聚首，重振雄风指日可待呀！哎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别悲观，过去呢我们处在犯罪生态链的最底层，不安全不赚钱，现在我们要站在金字塔尖上走一走，用新型科技的手段来武装自己的头。咱啥时候能到医院呢？你不单程接我吗？他正好上医院顺道，这不寻思拉个人挣个油钱吗？你家医院跟监狱顺道啊？那我先送你。不是师傅，你看我这样先送他合适吗？你磨磨唧唧，一会儿不就送你了吗？先送他。各位乘客啊，加码再杀一杀，给点诚意啦。知不知道现在外边风水有多紧？我敢把货带出来。很给面子了。啊，陈哥，我们马上到四平了，我们什么时候交易，地点在哪里呢？四平现在治安条件太好，提前透露交易信息会被警察盯上。我们这么远跑过来，你时间地点又不给。别着急，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们。张修龙，好啊，龙哥。犯罪嫌疑人孙强，这两天我们接到了准确线报，证实其中半块玉璧现在就在这小子手里。
并且他也准备将其倒卖出手。日月凹雕攀螭纹白玉璧，国家一级保护文物，一整块玉石雕刻而成，两半可合而为一。固伦公主出嫁的时候，慈禧送的陪嫁。完整玉璧一旦流入市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孙强，行踪不定，有较强的反侦察能力，身边跟着一个手下陈玉华，两人配合默契，跟踪追捕有一定困难。有困难也得克服，接下来的工作小郭配合。好。哥，互联网大时代，尽是商机，我等只需潜身缩手，不留痕迹，在南阳设一终端，于中华散播软件，待流量骤起，则我等兄弟银行卡上钱财数万。听哥的啊，只要你犯法，就有被抓的那一天。哥，咱们下次再唠。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，那小子怎么一看我就跑了？六亲不认的，谁看着不害怕呀？我跟雷雷也说了，我告诉他你上非洲修铁路去了。孩子长大了，越来越聪明了，我感觉好像瞒不住了。我也放出来了，孩子就不用你照顾了。哎，干嘛去？上课呢，这点接不了。孩子在我那住挺好的，你先回家把家收拾收拾，然后把孩子给你送过去。来，电话。你干啥去？电话。找工作。工作帮你找完了，咱俩看看去。用不着。三色西瓜，恶龙湖专门的农业研究所研究的，300块钱一个，白内障、白血病、白癜风，全部都能治好，没有中间赚钱啊！记得一会儿马上下单。喂，老板啊，这视频怎么走？我看这右转没有路啊。我又回来了，刚刚讲到下单了。我看你这西瓜不错，来两个尝尝啊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送回西瓜，累累哇。两个人咖啡。不是说三色西瓜吗？哪里来的三色？瓜子黑色，瓜肉红色，瓜皮绿色。那你这不骗人吗？300。你咋不去抢呢？我就抢你了，咋的吧？300块啊，好，给你走。我哋唔等佢哋咩？佢哋跟咗上嚟。好啊。等一下，我直播呢，打架封号。啊，家人们，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不是剧本啊。天龙，来呀！
警察同志，还是我，赶紧过来吧。你们来四平做什么？我们来玩。玩什么？自驾游啦。还有，你们四个出来就带一部手机，还是老式的。我这人比较怀旧啊。再说现在小偷这么多，防盗嘛。对了，警察同志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走啊？打架斗殴还想走？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，对你们进行3日的行政拘留。你们就老实待着吧。手头挺麻利啊，那必须的。试用期过了，给你涨工资啊，妥妥的。来嘞，哎，二位您慢用啊，谢谢老板啊，不客气。小丽，记着。喂，咋了？不认识你，方哥了？这啥时候过来的？我的钱啥时候还你？方哥，我最近多找几份工作，我多赚点钱，完了连本带利，那5500我一准还你。啥？5500？谁跟你说的？不是，那欠条上不写的吗？本金5000，利息10%。大嫂，哎呀，你看看，好好看看仔细了啊。方哥，你看。利息10%嘛！哎呀，看仔细了。咦，哎，不是你这折上了？哎呀，你咋不抢去？哎呦呦呦！你说话能不能轻一点？我心脏不好。来，给他补补法。刑法规定，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间内犯新罪，应当撤销假释。依照本法第71条规定，实行数罪并罚。听着，数罪并罚。哎，方哥，再容我几天。退。哥，这个，行。这想吃啥我请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去哪儿？不是我拍个照片吗？哎。咋让人扒了呢？你又欠人家钱呢？管不着。啥管不着？哎哎哎，等会儿。来嘞。哎呀，大儿子，想爸爸没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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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哎呀，哎呀，放学了，来，放学。董福没跟你说吗？爸不上非洲去修铁路了吗？你走时候咋不跟我说一声呢？没赶趟嘛。这四平往非洲那边去，那火车一天就一趟，着急。你是坐火车去的？啊，你坐大客去去不了啊，都火车。哎，少说两句吧。你不给孩子准备礼物了吗？赶紧给孩子拿出来呀。礼物，非洲的。啊，对，你这爸的记性给忘了。你爸给你拿好东西了啊。对。对。爸爸搁非洲那边给你带回个水杯来，你留上学喝水用啊，好看不？手鼓。就鼓杯吗？手鼓。
手鼓啊，蕾蕾，手鼓啊。谢谢董爸。你敢借我干啥呀？你爸给你买的。董爸送你不是那小人吗？这个我也带着呢。哎，这小人怎么还带个手铐？来嘞，儿子，这么早就睡了？哎，也是，明天家长会，早点睡觉。明天家长会，你不用非得去。没事儿，爸肯定不能给你掉链子。盖被。老公，你如果觉得企住屙唔出来嘅话，可以试下坐低啊。我想揾你啊！呢个大勇二街仲领攞唔到啊！咁就继续练落去。龙哥喺度出翻嚟啊！咪俾个飞啊！哦，我同你去啊！唔使啦。啊，龙哥，小心啊！咁夜咯，要喺咩地方唔好啫？又要系墓地嘅，呢度唔系要炸啩？惊咩啫？我哋有炸弹，但系不了同归于尽。乌龟，只猫咁，继续揾。哥，小心啊！似人似鬼啊！鬼是吗？顶你个肺！哎呦我操！叫我听狗子，扮鬼吓我！哎哎，你再看一下试试。你，哎呦我操！哎哎哎哎哎，别动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是人，有影子，有影子！你看，哎呀，来看贼。嗯，我是强哥。
钱我得带来了，佛在哪里？我没带，我丢。哎哎哎，你干啥？第一次见面认个脸，下次交易一定成功。走，我不干了。你啥意思啊？说白了，我想单干。小心驶得万、哎、再小心想吃点肉吃都难呢。就你那智商想单干，信不信离开我出门就挨抓。哼，我就干票大的给你看看。你瞅啥？我瞅你咋的？哎哎哎，你说你还站起来？你不用折磨我，蹂躏我，摧残我，只要不是关于我强哥的问题，你们随便问啊。你要不说呀，我真不知道你跟孙强有这么大关系。来吧，唠唠你强哥吧。就说偷钱包的事儿，你扯啥没有用的啊？你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你那就叫抢，我那衣服都算好的，车上那被你偷的那几个人衣服被你划了的，改吧改吧都能进丐帮了。站！我坐好了。你这熊孩子，在前面划了什么玩意儿？到底想偷啥呀你？说吧，你强哥咋回事啊？大哥，你这纹身是不是没有我呢？纹一半，资金链断了。我看你是怕疼吧？别磨叽，使点劲儿。好嘞，你来。哎，警察同志，洗澡犯法吗？强子是吧？跟我们走一趟来。你认错人了吧？没事，我能抓你吗？带走。不是，哎，走，抓错人了。哎，警察同志，还被打严呢。我们严打的。这年头纹个身也犯法吗？下一位，还有打人的没？警官，什么刑法、民法、交通法呀，我都懂。你们没有证据，24小时之内必须把我放了。挺懂法呀。略懂。那我再给你普及普及法律知识啊。你一直有犯罪企图，但是未遂。如果你及时悔改，协助我们找回另一半国宝，兴许处分不会特别的重，能算你个戴罪立功。警官，说什么呢？怪怪的。这就是我从夜市上买的，我哪知道是国宝啊？那我说点你能听懂的呗。坟场交易怎么回事？没人告诉我们怎么在澡堂子抓的你。华子帮我卖了。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，一会儿呢，我会请上两位优秀的学生家长代表来上台，给大家做一下教育方面的分享。其中一位呢，是这次期中考试年级成绩第一的张雷同学的父亲。那还有一位是我们班方晓明同学的父亲，方先生多次出资资助我们学校的基础建设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每个人桌子上呢有一个文具礼盒，这个呢是方先生赠送给同学们的礼物。雷雷啊，爸非洲那边来个朋友，我得先处理他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有请两位家长上台，为我们大家做一下教育的分享。哎，张雷爸爸，您去哪儿啊？上台。在这儿。钱包的钱准备好了。该学校了，给我点面子，求你了。看这回给你把面子快给你留足了。看来我们两位家长已经亲切的交流上了啊，那不妨让我们也听一听。张雷爸爸，要不您先来。您先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雷爸爸。
我家孩子聪明，这一点随我了。都亲戚了还随你？平时我就教育我家孩子，不能欺负人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我平时也教育我的孩子，一定要讲诚信，天灾还先，这不天经地义吗？我老早就告诉我家孩子，长大干啥都行，就是不能放高利贷，丧尽天良。我也是教育我的孩子，从小不能学坏，一辈子不能进监狱。这家伙爹这放高利贷的叭叭搁这讲着了，咋的搁这传授放贷经验呢？你说谁放高利贷的？你说清楚。5000块钱驴打滚，现在欠18万，你咋不抢去呢？我今天是抢你了怎么着？你再动不下，我动你一下咋了？我动你两下咋了？咋了吗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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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给我动一下。来来来来，你动一下试试。哎哎，咱俩不一般的吗？我去上学，这么高啊！天天不迟到，爱学习，爱劳动，长大以后变。现在的孩子营养这么好吗？是啊，是。太阳天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早。张浩，方总，搁这儿呢。林叔，林叔，差一位，上车就走。啊，走不走啊？等半天了。哥们儿，马上，人满了就走啊！快点的，快点。林叔，林叔，上车就走。浩哥，浩哥，浩哥，我浩哥。张浩，行。龙哥，我得来里头做咩啊？探路。阿勇佢哋冇啊，继续揾，我去洗手间。老方，你别逼我啊！你要再逼我，我就跳下去。姐，你十个胆儿你也不敢跳，你跳了以后我钱就不要了。跳啊，跳，跳啊！你有本事跳给我看看，你倒是跳啊！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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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跳啊！快点跳，快跳啊！你倒是跳啊！跳，跳啊！呀！更大的惊喜送给你，我爱你。
求婚呢，不好意思啊，祝你们新婚快乐。哎呀，龙哥，雷猴来。哎，龙哥，有人帮我解开，快走啊！找着没？走啊！没找着，铁哥。找着没？没找着，铁哥。那边看看。哪儿了？没看到啊，铁哥。那边。坐。他水盆年里有耽搁，肯定在洗手间。坐，能不能洗手间去？是是是是。商场买的，买的。哎，大哥。哎妈，哥，我真不知道那衣服里边还有个手机。我要知道那衣服里边有手机，我不可能打。不是哥，你听我说，哥老你，根据孙强提供的买家信息，我们查到此团伙是浙江省公安厅通缉的要犯。以下是浙江省厅传来的案犯信息。这个流窜于全国范围内的文物倒卖团伙，其主要成员之一好人绰号大师，他十分了解黑市市场，年轻的时候因私自配置炸药被判有期徒刑2年。这个团伙的头目叫做陈世豪，绰号黑龙，他除了倒卖文物以外，还涉嫌参与多起与文物有关的谋杀与抢劫，这个人物十分的危险。这个团伙内还有一名女性，但是目前没有。等一下等一下，你说这人是谁？黑龙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人跟我发小那么像呢，之前因为盗窃我把他抓住了，这放出来没几天呢。你说我整错了？什么就是你发小？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犯罪分子。陈世豪办事十分谨慎，从来没有给我们警方留下直接证据。大家要加倍努力，按照指示积极配合董正和郭丽的工作。是。董队，根据情报来说，黑龙这帮人确实是刚到四平，没错。那你说的你那个发小，他现在在哪儿？先办案，然后我去找他。哦。安全。黑龙哥，强哥，咱们今晚交易怎么样？你当我们是傻子啊？还想再玩一回啊？不会，这次一定交易，谁不交易谁孙子。黑龙哥呢？黑龙哥去厕所了。两块玉币，合二为一，值多少钱呢？我要是有钱，我就买几个。这货你们到底要不要？黑龙，我知道你搁旁边呢，扛个声，别装哭啊。黑龙哥对前两次交易结果很不满意，东西我们要，但是下一次交易地点要由我们来定。
挂了，咋整呢？通话时间太短，没有办法确定对方位置。继续给我打。哎，不行，这帮人太狡猾了，上赶着交易可能适得其反。等。佢又唔再招唔开笼，点样交易啊？河边嘅衰仔唔再开笼咯，可以害西天取经嘅，咪俾真孙悟空。但系万一黑笼反嚟再顶谁嘅？又可以点算啫？佢又冇带手机，嗰啲揾关早定啦。佢到边度揾我哋啊？更何况依家大勇唔喺度，咁即系天赐良机啦。我而家就收购佢啦！我一齐，我听到嗰个衰仔打你与怼你，嗰度声如斗歌啊！更何况我呢度退，唔都系拜佢所赐？咁就快啲割日啦，带住啲钱远走高飞。仲有一个问题啊，嗰条仔未必肯配合我哋。你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你话黑林到底系做边咧？你喊什么喊？我屌！你喊什么喊？你再搞我！你以为我不敢？我打死你！你跟我在这儿学尿浴，你以为你换了一身衣服，我都认不出你了吗？啊，老大呀，他现在可不光学鸟语，他还戴个假发，还整个假胡子，来，薅下来！这还让你吃我们？你老妹啊！那长得挺结实啊！还去还？你们谁定了？你小子敢威胁我，张浩，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啥子叫留一线，看着干啥？打，照死里打！住手！你们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你们说的那个张浩跟我长得很像，你们搞错了。你给我在这拧合理呢，看看。我丢，我什么时候爬过老蕉？太给我震惊。嗯，哎，你看他们有纹身，我有纹身呢。你还有纹身？我看看你哪纹身，纹身在哪儿呢？纹身，纹身，你看老纹身。哎，老大，他还真有纹身呢。老大，这纹身肯定是假的，绝对是粘的。咱家伙事儿都带了啊，今天我好好伺候伺候你。你不纹身是吧？装狠人哈，来，我出你纹身，我让你纹身，装社会社会人，我纹身。姐，哎，别！喜欢吗？姐，别闹。还有你更喜欢的，帮我个忙，事成之后，这50万现金都是你的。重金求子啊？比那事简单。事成之后。我也是你的，姐，我是有原则的。原则这玩意儿人定的，可以改。没事的。这黑龙哥是你什么人呢？我不认识。哎，大哥，我真不知道。你叫什么？我叫张浩，今年34岁，身高1米85，不是1米58，体重64，编号468。坐过牢啊？刚刚被假释出狱。哦，今天早上商场那个跳楼的人是你啊？哎，对，那个是我。就是那时候我把你们大哥的风衣买过来的，这个衣服价值7万，你偷的吧？大哥，咱别闹，这一件衣服能值7万，这讹人家吗？
假释考验期又犯了偷窃罪，哇，那至少10年起步啊！不是，大哥，姐，我求你俩，咱可别报警啊！别吓唬他了，他刚才都答应了。大爷，就只要不犯法，我全力配合。放心，我们从来不犯法。模仿黑龙，变成他，乖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就要把你变成黑龙。第一步，讲粤语，我讲一句，你讲一句。嗯呐，不要讲嗯呐，冇问题啦。冇问题，冇问题。我丢了，记什么？记着点，回去背。黑龙会抽雪茄，你也要学会啊。得会。你把这个东西拧开啊！你这个不要吸进去啊，放在嘴里就可以了。吐啊！我丢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没事的意思。这多好记呀！我丢，你不要对着我讲啊！黑龙的坐姿也很重要，你脚不要抖啊！咖啡也要学会喝。啊！酒你不要一口干下去啊！你怎么不整个楼吸水呢？炫一个。黑龙走起路来，有一种虎虎生威的气势，眼神要有杀气。你来，你形体要放大一些啊！不要学我，我讲的不是下半身，是上半身啊！挺起来啊！喊干残呐，这一句呢？这个就是打招呼的意思。喊干残呐！等这件事情弄完，我搞死他！按照这个，啊，给我整。你来这个呀？下去下去，手里拿去，好好说话。报告千局，我已经核查过张浩的身份信息，确认与陈世豪无关。现在专案组正全力以赴追查陈世豪一伙行动路线。这回放心了？是，彻底放心了。但是千局，我总觉得他俩之间有什么联系。今天省厅下了任务，限3天之内一定要查清楚陈少豪一伙的行踪，专案组随时准备实施抓捕。是。来来，你得自己做饭呢。我告诉你，不能玩火吗？你爸爸呢？老爸，我本来跟你哥一块好好的。你为啥非要把他带回来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你爸咋的了？刚才
跑了。我那胡子刺呢，我先拿下去吧。哎呀，你不要废话了，你记住，你现在是黑龙了。你放心，事成之后50万，一分都不少给你。我倒不是这意思。谁的电话？接。不用接。接呀、啊。哎，韩大残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啥事说？咋的？没事还不能给你打电话了？我听雷雷说你今天家长会上跑了。我这有点事儿，你看你有啥事说。雷雷自己在家没人照顾，你有啥事你不能不管孩子呀？你工作不丢了吗？我又帮你找了一个。哎呀，我用不着，你磨磨唧唧的，我挂了啊。这电话费都挺贵的。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有啥电话费啊？我这是单向收费，这打免费接4块。咋的？边上有人啊？你这磨磨唧唧的。喂，我发小。小子，你最好不是跟我们耍花样。这耍啥花样啊？这管我借钱。喂，张浩到底在哪儿呢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俩是不是背着我又研究啥呢？没有啊，我俩啥也没研究啊。就今天我送他上趟学校，完了就再也没见着了。他从里头出来啥话没跟你说？沃尔沃，你那点事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听见没有？我啥事儿啊？我现在都多好了，天天就开出租。你听这声，你天天开车，你不超载就拒载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啊？董叔，你这不都归交警管吗？干点正经事儿啊。张浩，黑龙，真有这么像的人？老大，这小子纹身是真难搓呀！你让我垫吧两口啊！实在不行，我给上砂纸，我必须把他弄掉。哥，老大了，你们想要干什么？我想干啥你不知道吗？忘记啊！把风扇再给他开开。不！太郎，你们想要什么就直说嘛。我就想让你还我钱。我丢，那你早说嘛。我身上这块玉值20万。走，这破玩意儿，20块钱都不值。小子，你看看，这才是余孽。解释他。我这里还有一块表，值100万。哎呦，我操，放的还挺真的，100万。就你也配？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吹牛皮的人。接着打！我爹呀！我让你一百万！雷哥，今天晚上啊，我们两个就住这个房间喽。哥，我儿子自己搁家呢，我得回去。你想重回监狱啊？不是，我明天就回来。交易完了再走。咱俩大老爷们儿。闭嘴！不方便。哥。哎，长哥。喂，我人聋了，我现在听不到啊。喂，边度啊？快来救我！喂，喂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欠债还钱，天就第一。你赶紧把欠我的10万给我准备好。我得一个没腿楼了。怎么挂了呀？我
戴龙，见我一下，我还有个朋友可以来救我。行，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们马上就要出去了，都不知道海龙哥怎么样了。我丢，背叛我，这都是啥人性啊！啊，大龙，你小子是真扛揍啊！本田都干成现代了，还嘴硬，是不是？来，把电扇给我打开，怼到四档。妈！这蘑菇的黑龙会被绑架的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是多么希望我跟绑匪能挑断他的果敢，被他都藏下断腿的滋味。那就快点割叶了，费事夜长梦多。你还知道给我打回来呀？啊，这货你们还要不要？不要。我可卖别人了。强哥，不要生气嘛。大家都放心，才能好好交易。我告诉你啊，这货我不管你要不要，我肯定会出手，然后我就跑路。东西想要的话啊，让黑龙来见我。货我们是要定了，明天凌晨点时间。啊，这换个撂了，没事，我得打回去。哎，不打了。怎么事？办事行吗？板板正正。腿给我拿去。老实点啊，凌晨夜市人流量很大呀。同志们注意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务必保障所有人的安全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大哥，这小子太难扛了，咱耗不过他，要不出去暖和暖和。大哥，硬了。啥硬了？他硬了。还不快点把风声关了，保出人命啊！也是交易的，人多好脱身啊！等交易结束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真正的生活了。咁张浩点算啊？就是个假释人员，没有人在乎他的生死啊！弄死他！开门！哎，开门呢？开门！哎，佢人呢？都唔见咗，去咗边啊？大爷，我丢啊！那个箱子还在他手上啊！儿子，爸有钱了，跟爸走。你谁呀？我是你爸呀。儿子，你不是搁学校总有人欺负你吗？这回爸给你换个贵族学校，走。你哪来钱？爸非洲工程款接下来了。你要撒谎，对自己儿子为什么都不诚实？爸没撒谎。
真是爸挣来的，咱爷俩翻身了。年里除了钱还有啥？我不要你的钱，我也不要你发财，你给我出去。儿子，出去。雷雷，雷雷，儿子，同学们都说我是没爸没妈的孩子，我都把董爸当成我的亲妈，我想成为像董爸一样的警察，我不想每天担惊受怕，我害怕见到你，你一次次的骗我，你给了我希望又让我失望。哼哼，善恶是非真假难分，在迷城里浮沉。儿子，日落余晖照着归途，清醒人活在世上，每个人都会错。遥遥路上彻夜在等待，难寻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办法，可是只有你会让我伤心呀。恩怨情仇梦醒时分，终归一场空。我已经没有妈妈了，你要再把自己东西监狱，我就真的无依无靠了。大雾悠悠，那魑魅魍魉在蠢蠢欲动，这尘世之中谁是英雄？你啊，你干啥呀你啊？总会有一道梦。你是不是偷这些钱意味着啥呢？啊，没钱你跟我说呀你。我跟你说顶用了啊，你有钱呐。再说我借钱不也是为了蕾蕾吗？你还知道有孩子？有孩子你还出来偷？你咋想的啊？行，走，跟我回去走。你这么的，他应该现在也没回家呢，这儿没有监控，我把钱给他送回去，你就当看蕾蕾的面上原谅我一次，我求你了。不行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张浩，别说你是我发小，谁都不行。现在马上给我回局里，该负的责任负了，该交代的问题交代了，这样以后你才能面对你儿子。你放心，蕾蕾我替你管。他不声不响守在你的身旁，守在你的身旁。晚上交易点算？箱子我没有办法，只怕强子不见黑龙不出货。啊！喂喂，好人，喊嘎残呐！张浩，喊嘎残，我丢你老母啊！想我没？现在还敢给我打电话？我东西呢？箱子在我这儿，但是呢，得先把钱给我。我丢！你拿了我的东西，还跟我谈价钱啊？你叫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信不信随你，反正你要是钱给我呢，我就继续配合你，再帮你冒充黑龙。你要是不把钱给我呢，那不好意思，我只能把这箱东西交给警察了。好啊，我等你啊。物啊，佢已经同警察只想逃，点算？你觉得警察会相信攞紧嗰个箱子嘅人咩？箱子给你带来的，我瞧瞧。这个箱子你打开过？就你这老破玩意儿啊，两排密码我怎么打？我就是没打开过，算你运气好。那我钱呢？老妹儿啊，往里边坐，哥不占地方。你这哎呀
哎，等会儿，别走啊！你再学我，我搞你啊！我说这不跟我合作呢，原来外边也有三五知己啊，怪不得董叔找你，这是挣着钱了，干大发了。走不走啊？赶火车去沈阳呢。呀，沈阳也没有多远，下车走去呗。我不干了，卖车。少说话。嗯呐，毛门台，你杀呀！拿出气势来啊！气势！这不浩哥吗？干啥去，浩哥？干啥去？说话呀！母鸡呀、啊，啥玩意儿？装还装啊？你是谁呀？认错人了吧？认错啥呀？扒你皮的你羊，你知道不？这个西服穿的啊，挺立正啊。这帽戴的，呀，头发长得挺快呀、啊。这胡粘的挺像啊。眼镜戴挺有派呢。装啥呀？你还装啥不认识啊？你这也不……哎，你再打我一下子，还回来。哎，你什么？真闹腾啊！你不去，什么玩意儿？丢你呀、啊！这是广东来的黑龙哥，你认错人了。这不是张浩吗？走啊！该让你走不走，真该。哎，哎，还说不是张浩呢？老顾个瘸子，打我一嘴巴。张浩。姐夫，你怎么认识这么多人呢、啊？你不是刚从监狱出来吗？狱友，狱友，干啥呢？哎呀，认错人啦，赶紧走啊！还跟我装外地人哈，把我们打成这样了，还敢露面是不是？妈，等一会儿不走又该挨揍了，快点！挨揍？谁敢揍我？来，你告诉我，谁敢揍我？你在跟谁讲话呀、啊？张浩吗？这是黑龙哥。啥黑龙啊？张浩，他是谁呀、啊？张黑龙，谁？黑龙哥，走啊！方总。我看见张浩了，跟一个香港的那小子，哎呀，老横了！我跟踪的，对，肯跟不丢。目标出现。目标进入布控范围。目标已出现。回来。掌柜，很准时嘛。龙哥，晚上戴墨镜，你看不清，认错人了。华仔，我听说我打过你啊。
龙哥，哎，墓地一别，甚是想念呢。强哥，如果这次再不交易的话，我就弄死你呀！来，串来了，来，哥几个吃饭再点啊。龙哥，东北的特色烧烤吃的还习惯吗？可以啊。还吃点什么？烤点奶盒子。强哥，我们这次主要是想先看看货。没空跟你废话。龙哥，钱带了吗？货呢？先给钱，再看货。我问你货呢？玩我？我大老远跑过来，你给我拿个啪的。强哥，我先来验验货。是他？是他。诚信啊，龙哥，我没有问题。货我带。龙哥，钱呢？我哪里有钱呢？在他那里了。啥意思？我哪知道啊！张浩，我爹，我又是谁啊？又说鸟语了！弟兄们，干他！干他！行动！不动，不动，不动！干他！我去！你想黑是黑呀、啊？我就想黑是黑呀、啊！最好把玉给我。否则我让你死在这里！散开！干，老婆点干！住手！足够鱼死网破了，不想死就给我滚远一点。我只说一遍，把那小子的玉给我，然后放我走，不然这里的人全都要死了。警察，不和罪犯谈条件。好啊，那就一起死。要真像你说的这里头国宝的话，那可是大功一件呐！啊，你说啥话呢？绝对国宝嘛，这能敢掺假？必须的嘛！行了，我行了，过来。当当当当！天亮组，咋想的？你往我们公安局带炸弹的啊？我也不知道他是炸弹呢。原本我就是想立个功，配合你们抓捕罪犯。那你现在配合我们也来得及。
差我一大不了，我就等我走。哎，干啥？哎。四平市公安局的警方办案，征用您的车，感谢您配合，来下来。钱跟你混，我跟你混定了。哥兄弟之间合作才能共赢，互相帮衬着，还整个瘸子干我一下子。这次呢，我就原谅你，让你出吧，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！哎呀，别磨叽了。
你俩一样。完了，五千，三千。一千了，撤！韩大餐，大哥。现在是怎么办呢？谢谢，小朋友，我听说你长大了要当警察是吗？这个是我个人送给你的礼物，谢谢。儿子，穿上，穿上。优秀市民荣誉称号。哎，我可听说了啊，基于你的立功表现，减刑了。哎呀，来了。快来快来，喝喝看看，多精神，这真合适啊！哎呦啊，太帅了！磊磊，听爸爸的啊，好好学习，以后成为真正的人民警察啊！只要孩子懂法守法，愿意继承先辈们的精神，我们以后就是值得的。你和张浩是发小，能够做到不徇私情。你尽到了一个警察应尽的职业操守，不错。谢谢局长肯定，这都是应该做的。我听说你一直帮着张浩战斗累累，这让我很感动。作为人民警察，要有铁腕，更要有温情。以后再有这样的事，不要再自己扛了，向组织汇报，大家一起分担。是。小心一点啊！老师好，你们咋吃早饭了吗？吃了。您好，老师。哎，妈，
雷雷，呀，您今天穿的这么帅，这是又要出国呀？我去，出啥国？哪儿也没有咱们中国，是不是，儿子？<笑>雷雷，咱们上课吧。爸爸再见。哎，董爸爸再见。再见。好好上课。 走了，快上课了！哎呦我的妈！快，赶紧上学！哎呀，这祖国大花朵呀！我的妈呀，你干啥呢啊？你给我念呢啊？快点的，不着急的，去！哎呦我天！哎呦我！你干啥呢？啊？那啥，送孩子上学嘛，迟到了，全免费。免费？啊？ 你还能给你5块钱？不是，免费嘛，去上学去吧，去。真免费，给你送钱啥意思啊？不是我，你身上不是说要5块钱的吗？我啥时候说要5块钱了？去上学去，不要钱，学雷锋做好事儿嘛。那我不知道。你真的不要5块钱吗？你这孩子，你没有眼力劲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要钱？去上学去，好好学习啊。<笑>啥意思你？没要钱吗？这不没要吗？ 对，你俩消停的啊！我有事先走了，听着没？哎，老实点，我走着。拜拜。走，跟我出去一趟。哥，你上哪儿啊？送我回监狱。啥玩意儿？监狱长让我给狱友讲课。哦，吓我一跳。 哎哎哎哎！你干啥？我不是，他开的车，你到，你这还开出租车呢？千万别，这俩下一个开的，你这车怎么能开相公呢？你别动啊！我不动，你让我来，到。你往右倒，给油走。你不开车，那还，你往左来。 往左，给油走。这手还当警察呢，我也纳闷你咋开的出租车呢？老吴，哎，哎呦我去，你个狗东西，干啥你？做噩梦了？大哥。 找你呢，真的。哎呀，这咋整的？翻车了。没有，今天我天，但是只能按国家标准利息，那20万你们就不用想。老哥，这钱可不能拿，再说你不签啊你。 哎呀，这又是什么新花招？好哥，别整我哟！别忘了，那咋管你一块彪呢嘛？什么彪？手表啊？别整没用的，完了。这是。 作证啊！这屋有监控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们互不相欠。祝你们幸福。哎。